中国水利部近日召开“七下八上”防汛关键期的新闻通气会，表达了一种呢特殊重视。近年各地不断出现极端天气，很多情况呢颠覆了我们大家对气象灾害的传统认知。老胡啊，有一个大判断：自然灾害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，它是因为三个原因。 一是呢，极端天气本身的强度在增加；二是啊，现代文明高度发达以后变得更脆弱了；三是信息快速传播，公众对国家力量抵御灾害的期待超过了国家的实际能力。咱们先说第一个原因啊，极端天气的确更极端了。大家都记得2021年河南的那场暴雨。 短时间里啊，下了几百毫米。今年呢，还有把席梦思床垫从房间里卷走的南昌的强对流天气，加上多地的龙卷风，在过去都是难以思议的呀。老胡从小到大在北京从没有遇到过灾害级别的大暴雨，直到呢，二零一二年七二零暴雨，死了很多人。 去年大暴雨又死了人，今年呢，有一天还突然几乎没有预报的情况下，刮起了狂风，把一些蜘蛛人吹得在空中荡来荡去。这些呢，都超出了我们传统认知和想象。再来看第二点啊，我们是现代文明，快速交通线穿越崇山峻岭。 城市里呢，高楼林立，建筑向地下延伸，高耸的广告牌比比皆是。在郊区啊，山坳里呢，过去很少有人，但是现在呢，建起了许多旅游设施。过去山洪来了，出事的地方呢，可能没有人，但现在就可能把路冲断，把桥冲塌，很多车辆接连栽下去。 过去出现滑坡，坡下呢可能也没有人，或者呢人很少。现在坡底下万一有一座楼房，损失可就大了。再说第三点啊，每次出了严重灾害，决堤了、垮坝了、毁坏的交通线上死了人，大家呢都会抱怨政府为什么没有提前采取防范措施。其实啊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防患于未然。 而且呢，防灾的成本往往呢一点儿也不比救灾的成本小。比如啊，预报一座城市将有大雨，城市很重视，提前部署，甚至呢转移人口。但是暴雨很可能没有来，下一次可能还会出现同样的情况，准备了，但暴雨没有来。每一次部署都要花很多钱啊，这是一种两难局面。 所以说，面对自然灾害的风险，我们总体上要保持达观态度，既要非常重视，又要有一些灾害就是防不住的认知和预期。能防住的尽量防住，没有防住的要及时救援。对我们个人来说，首先要提高警惕。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啊，遇到极端灾害，并且呢面临危险。 毕竟是极低概率的事情，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，无论有多少灾害，我们都将生生不息。